我们历经六万年来，是透过整个由科学换算这段时间的当中，我们在虚空，我们在流浪这六万年的当中的山界，这一刻感受到呢，我们只有遥呼一响我们的弥陀佛，只要您有这一份肯定确定的心，遥呼我们的弥陀佛，请你静下心来，将弥陀佛透过悉达多伯达那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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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呼欢呼，看见弥陀佛在我们每一个川流之间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感受到了一份感恩，一份交流，一刹那一转眼，父亲弥陀佛就在我们至身了。只要您刹那的相遇，找到了弥陀佛，这一生您就能可以拥有到无边无际的得一，就如同得亿万了。所以我们只要舍一份的自私，你可以得到的是亿万的祝福了。祝福您。